大家好，我是河内的乔治·格鲁尼，George Clooney of Kawachi。今天我来到记录果子活动，果子街，果子点心、甜品的意思。现在疫情原因，我在公共场所戴上口罩，所以呢，也许听得不太清楚。请原谅一下，疫情原因，所以那个活动进去的时候必须要检温消毒后能进去。好，进去，记录点心、甜品活动。但是看起来面积不大，因为疫情原因的。丝脆饼干，炸年糕饼，烤年糕饼，头沙年糕，龙虎糖。就是蕨菜饼、蕨菜糕、红豆粉、蕨菜糕、蕨菜饼、蕨，听得懂吗？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用蕨菜昆布淀粉做成的糕，切成小块后。撒上黄豆面食用，懂了吗？这样的点心，哼，就是蕨菜糕、蕨菜饼、布丁年糕、葡萄水果年糕。加红豆馒头。小红豆馒头，看，山上的黑糖，黑糖是红糖的意思。馅，头沙馅，里边头沙馅，夹的，夹馒头。麻花，麻花是记录的特产，我特别爱吃麻花。但是记录的麻花摇得太硬，麻花表演弹场上的乐器，又四肢。饼干、麻花、黑蜜麻花，你们麻花麻花麻花卖得好，记录的。记录的小蛋糕，曾经介绍过的记录关东煮蛋糕，曾经介绍过。哇，剑兵，剑兵跟中文的剑兵意思不太一样。饼干的意思，饼干。酱油馒头，酱油也不某地区的特产。
酱油馒头，咸的馒头，一些啊豆沙年糕的意思，芝士蛋糕，这个香甜饼啊，绿皮蜜酒，然啊，波莫地区也日本酒特产的，所以啊，米酒香点井，香点井是牌子酒的牌子名牌，面粉91%使用。油子蛋糕，南瓜蛋糕，油子应该是啊，记住的北方的特产，就是现场传统的实验，松果子，好看漂亮，传统的点心甜品啊，师傅现场做的，师傅现场做。好，看一看，使用砂糖糖果做的美式点心，美式甜品，长包花鸡牡丹，全部砂糖的，毛豆缨，鸟，黄蜂叶，淀粉，米粉，历史传统记录的比较高级的点心甜品，这个有名的剑莲商啊，美国演员 Tom Cruise 爱吃这蛋糕，他曾经在休闲室，在记录的休闲室拍过电影啊，最后是 Last Samurai， 他在这儿拍过电影 Last Samurai， 那时候他吃过这个蛋糕，他特别喜欢这个，听说他买个30个，这个好像是使用糖果做的，男女糖果做，梦香花，台系公台应该糖果的意思，花栗银，晚秋油，红龙油，丰年丰富的大米的，大虾的，表演见面，糖角栗子，老板给我一斤糖角栗子，出来了，糖角栗子，师傅挖出来栗子，热乎乎的，冒烟，看起来好吃，
糖巧克力籽挖出来，现场做的，新口感、新食感，做好了，立刻卖出。卖的真好，价格怎么样？810克，3600日元。哎呦，270克，1200日元，不便宜。香叶砂糖。砂糖，酒店，记录楼咖啡店开的摊贩，透露甜点圈，记录的咖啡店的记录名额，杏仁黄油吐司，杏仁黄油吐司。记录限定，很有名的，应该中国人没听说过吧？杏仁黄油吐司，有好多点心、甜品、蛋糕、小蛋糕之类。酒店是冰淇淋，记录老咖啡店，有名的老咖啡店开的店，抽入甜点券，我再说，薯条，冰淇淋，关东煮蛋糕，我已经介绍过，曾经介绍过。师傅太老了，现场做的薯条夹。假的啊，豆浆吧，透露是豆浆的，豆浆甜甜圈夹豆浆蛋糕，对，圆圆的，大妈买豆浆甜甜圈。好了，那么记录点心甜品活动，点心甜品街结束了，就是品就拜到这里吧。